注册的那个，脖子，痛啊，注册的脖子痛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，边上有那猴子，猴子感觉那个有极大的冲击力啊，对着那个病人啊有极大的冲击力啊，这边那个，正在运转的，核电厂里面正在运转的猴子发出极大的热量来，就像很大的冲击力冲到那个，冲到病情看这个脖子这边啊，病情看这个脖子这边，很大的冲击力啊，很大的冲击力啊，很大冲击力啊，病情看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核电厂正在工作的企业啊，他尽可能退，检测完以后就退原点啊，就开始搬了啊，搬了啊。这个3个月之内就要用的，他就不管他了啊，其他的就办了啊，办了以后，送，让一送，往上一挤，飞机上面一个夹子，大钳子一样的，一夹啊，就提上去，一夹就提上去了，一夹就提上去了啊，把那些，猴子的那些，容器啊，一起搬出来。只是留下了一个空房间、空箱子啊，其他搬走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